すごい前まで先生は死に神と呼ばれた殺し屋でした。すごい優しそうな人もしなくて。这的话能够做一个更强固的，能够耐得住更强的风，我想这个对整个的灾损能够降低到最低。乡公所呢，他给我们的这次的受理莫兰蒂灾后的这个。超过90%，也代表说这次的莫兰蒂影响其实非常的严重。其他的农民大哥。